二拜高堂。夫妻对拜。游子名洛，今聘谢氏为妻，封皇子妃，享200亿，上承于天，书向鸿笺，号将鸿业之盟，载于渊浦，为求散业皇庭，国祚绵长。我说你个血王八，不就是女儿成个亲吗？你嘚瑟什么呀你？哼，我现在也是皇上的亲戚了，就嘚瑟什么了？气死你，气死你！切，哼。素月，此酒甘甜，你且尝尝。殿下，素月不胜酒力，还是您喝吧。好啊，那你喂我吧。殿下。花花，此梅肉甚是甘甜，你且尝尝。我这儿有，伯爷，你若是喜欢，我这盘也给你。好，那你喂我。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可能是因为近日练剑受伤，不便夹菜。若郡主不喜欢，那就算了。皇后，瞧见没？姑母的指婚多合适啊，郎才女貌，看着就般配。果然，还是画画喂的比较好吃。接下来就是我们家画画了，到时婚礼肯定要压过谢王八。诸位亲家，如今这京城中一对对才子佳人，让人看在眼里，心生欢喜。本宫已圣上，只盼望着诸位能够多办些喜事，也显得咱们大业更加热闹一些。识相，本宫记得你家中除了太子妃，还有一位千金，不知可定了婚事？有老娘娘记挂，老臣的孙女石飞仙尚未婚配。这太子妃得满宫廷，想必这一位也是好的。师兄，本宫有意为你家再说一门亲事，你可愿意？娘娘的金口玉言，老臣怎有不愿？只是不知是哪家的郎君。都是你惹的乱子，今日本宫替你收场。谢家二郎德才兼备，风神俊朗，本宫瞧着你们两家联姻最为般配。
麒麟，这薛麒麟不是个瞎子吗？多谢娘娘眷顾，谢家谢过娘娘大恩。娘娘，您真是慧眼识珠啊！我这二郎，那极为出色，与石家小姐，那是郎才女貌啊，绝对是石家小姐的良配呀！娘娘，皇后娘娘，臣女，皇后娘娘，请恕草民难以从命。草民多谢娘娘抬爱，只是此生我已是错过了那个最想娶之人，如今我已经没有了成家的心思，还请娘娘收回成命。谢二郎，莫不是你觉得十二小姐不够好，所以觉得她配不上你啊？不，十小姐自是很好，出身名门，诗词歌赋又无一不精，不知是多少人心之所向，只是并非在下心之所求。纵然石小姐千好万好，于我而言只是寻常。你说谢麒麟说的是谁呀？莫不是班郡主？哼，想不到石飞仙堂堂大业第一才女，连个瞎子都看不上他。你这儿子呀，都比你懂事儿。好了好了，这不过是皇后的一句戏言。谢二郎既然心有所属，大可找朕来赐婚便是。谢家满门忠良，朕自然是无所不应。来，大家继续开怀畅饮。